一下买这个面包一个才93，算在一起到快多钱。可是我还是会买啦，因为面包便宜又吃得饱。面包涨价不是很大的问题啦，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，所以面包涨一点我是觉得可以接受啦，因为每一天早上都会吃到当早餐，也很方便。